煎饼就会很开心。
今天就是出去逛街之后啊，就买了很多东西，好啊，也没有很多，就是有买一些东西，然后想说拆开来之前先给大家看。这个我之前有介绍过，这个就是随身携带的肥皂，它只要1000韩币，然后里面有3支，它就是很类似那种口红胶的材质，所以你就是放到包包里其实很方便，你出去厕所啊或是什么吃饱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来洗手，就是3条口红胶，这个我觉得挺方便。然后再来呢是明信片，它里面就是有韩国的10个地方的风景，然后是手绘的，这样10张才5000块，我觉得很便宜。它是在一间那个地下室书店买的，它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明信片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买，就是某一家书店拿的明信片，这也很可爱，这就是可以贴在墙壁上。然后买了一个发夹，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常常夹发夹的人，但是这发夹我就觉得它还蛮可爱的。其实我很少夹发夹，可是因为我头发很多，所以很多发夹夹起来的时候它是夹不住的。可是这个我知道有点装可爱，但是它就是还蛮可爱的，我就是要装可爱，就这样啊。有可爱吗？所以这个我觉得还 OK。然后我自己是买蓝色，我朋友他买了其他3个颜色，他买的是这样，看不看得见？他买的是这样，紫色跟黑白跟比较花的，他是要送人的，所以我们就是买了4个发夹。哦，这样一个是3000块，台币大概80，所以我就觉得还 OK。然后再来呢，是我们今天去大林美术馆，在西村那边，就是景福宫附近。然后呢，我就是去看了他的现在的一个展，然后他那个展上面就是有非常可爱的这个图案，然后他的笔很好写，所以我就是买了2支蓝的跟红的，然后他图案也不一样，就很可爱，然后很好写，而且它是扁扁的，所以你手刚好可以，等一下怎么握？你手刚好可以这样握，因为它是扁的，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它的展览是10000元，但是你如果加入它的那个大林美术馆的会员的话，就是再多送你一张票就对了。另外买东西可以打折2次，就是各那个9折，然后1张5折的咖啡券。然后呢，它的纪念品店也是要买票才能进去的，就是它在美术馆里面，它不是说你真的走过去就可以购物，你一定要有买美术馆的门票才可以购物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其实很傻。你要像这种笔很可爱，经过的人都很有可能去买，可是你如果就是限定一定要就是有去逛美术馆的人才能买的话，就损失了很多机会。因为我们后来还有去现代美术馆那边的东西，就是它就是你不需要进去就可以购物，所以我就又跑去那边购物。我买了这2个欧洲的地图跟世界地图，跟你讲这两个地图超美，就是欧洲地图是黑色的，算是黑色，它就是里面是黑色吧，我印象我现场看的时候，然后它里面就有整个欧洲的图。那这个世界地图我买的是韩文版的，它另外还有一个英文版，我是买韩文版。这个地图颜色也很漂亮，所以就马上就买了。然后最后一个是买了一瓶香水，这个香水是在这间店买的，我觉得它店很漂亮，真的可以去逛。然后你如果有预约的话，它好像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就是可以预约做香水，这个还蛮想去做看看的。买了一罐香水200ml 的，然后我选的是葡萄柚的香味，因为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葡萄柚的味道。然后它这个香水啊，就是100ml 是35000，然后200ml 是45000，可是因为我买的这个只剩200ml 了，所以我就买了200ml。45000，其实我觉得很便宜，而且它可以在这边帮你弄上自己的名字，有看到吗 ？Tammy， 它是可以印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就是你选好之后，它就会帮你改，就可以选好像10个字母吧。然后因为他说外国人的话，就是凭护照，只要给他看就可以打9折，
所以我最后是用40,500的价格买到这瓶香水，跟你讲真的超香，这个喷在房间里的味道就是一定很好。他说这个不仅可以喷身体，也可以喷就是更衣室啦，就是衣柜啦，然后车子啦，空间，各种空间都可以喷。新的有点难挤，有了有了，香，超香，好幸福哦。而且它的包装也很可爱，下次有机会我要去那边做香水。好，今天的战利品就是这样子。我今天就是逛了一整天回来，然后买了一堆无微不微的东西，要趁阿仔回家之前赶快收好。再会。